呀，妈给你拿了。妈，你放那儿就行、送床被子。亲爱的西西，别读出来啊！你居然把情书还留在抽屉里，还留了这么重。被人喜欢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今晚就读这个，让我睡觉。晚安。这两天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幸好有你。自从你来了我家以后，我每晚都会睡得很香。你难过，我就会跟着难过。我喜欢你。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想多看你几眼。念希的故事，就是你的故事。